们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啊，骨散。那么骨散在职业医师、助理医师都要掌握诊断和治疗。我们先来看看骨散的特点。第一，好坏人群，我跟大家说过，好坏什么？40以上的女性，40以上的女性，假如在胡国人在地方出现个可复性包块，不要说的骨散。好，骨散有特点，哪两个特点？记住，宜看灯、宜矫正，这六个字啊，注意看灯、注意矫正的都是骨散。所以大家注意，它经常出这种题。注意看灯的胡骨散是什么？骨散。注意矫正的胡骨散是什么？骨散。所以注意看灯、注意矫正的那都是骨散。为什么他用看灯矫正？跟他的解剖学知识有关系啊。第一个，为什么用看灯？第一个，骨管垂直的，骨管虽然横断只有1公分到1.5公分，但是骨管是垂直的。第二个，算宽，大家看看这个图啊，算宽，假如在这个骨环这个地方，大家在我脑门或者这地方是折向前下形成的，是一个锐角，所以它就不容易回来，掉出去这个不容易回来，因为这个角度太小了。第三个，骨环这个地方小不小？这很小很小，南缘窝在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到骨环非常小，周围都是一些坚韧的组织，尤其是腹股韧带、纤维韧带、凹陷韧带，都这些坚韧的组织没有弹性，所以一旦你骨散从腹腔里面掉出来，那么它是回不去的，所以它就容易看灯。看灯的比例大概多少啊？60%，所有腹外散看灯大占60%。所以骨散虽然在临床上比较少见，但是因为看灯成为了临床上最容易看灯的散。骨散由于它周围的都是坚硬的组织，所以一旦看灯卡在这地方，卡得很紧，卡得很紧，肠管壁就已经缺血，所以这种病人迅速较窄，所以他是迅速看灯，迅速较窄。因此骨散的病人没有手法复位一说，全部都是什么急诊手术。所以骨散的病人一来，只要你确诊，马上应该手术治疗，不要复位。为什么？复位你也复不进去的，这个洞太小了，你不可能把这掉下的肠管进去。即使你在术中打了麻醉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洞由于比较小，你想跟他打麻醉之后再跟他在手术台上复进去，很难很难呐！我告诉你，10个至少有8个复不进去，我告诉你都是这样，复不进去没办法，那么再给他骨环的这个洞啊什么减大一点，这样才能复进去，都是这样来的啊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临床表现，第一个算宽，算宽我跟大家说了啊，它成半球形，所以跟我们直算一样，直算、骨散都是成半球形，因为这种算宽不是很大。好了，往往啊算宽不大的半球形骨散，算宽大的半球形直散，在虎骨沟韧带上方的直散，那么在虎骨韧带下方的呢是骨散。平卧位之后回纳内容物，我告诉你在临床上啊根本上回纳不回去，你们书上记得回纳会回纳之后算快有时不能完全消失，好像是一个什么南腹散，但是在我看来没一个回过去的，所以我碰到的这种骨散都是看灯的，没有个回过去的，都是做手术做了的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由于散囊紧的地方比较小，所以它冲击咳嗽感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在这个散宽口的地方，然后让病人咳嗽，冲击感不明显，因为它太小了，传不到这儿来。而我们讲的骨散，那么斜散冲击感就明显了。好了，大家注意了，这个骨散假如看灯的是肠管，那么这种病人常常有急性肠梗阻的表现，所以病患这种急性肠梗阻的时候，你一定不要搞混了，这两个一定要分开，一个是肠梗阻的表现，一个是什么散的表现，两个一定要分开，不要搞混一下啊。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讲的临床表现。好了，再看看治疗没什么说的，我刚才说了，所谓的骨散由于它容易看灯容易矫正，一概手术治疗，一概并且还是急诊手术治疗。急诊手术治疗大家注意了，就是散囊高位截瘘加修补。假如这个病人肠管已经坏死了呢，只做高位截瘘不做修补，假如肠管没有坏死，那么高位截瘘加修补。散修补由于它这个特殊类型的散，有什么类型的修补啊？麦克盘，其中麦克盘是用的最多的，所以他也经常这样说，他说骨散的修补首选的术式是什么，那么你就打麦克盘。好了，还有一种不常用的术式，考过一次啊，不常用的术式什么意思？把衰囊高位截瘘处理完了，在腹股韧带的下方把这个腹股韧带、腔隙韧带或者尺骨肌筋膜缝在一起，关闭这个骨盘，那么这就不是典型的麦克盘修补，所以是一种不常用的这种手术方式。哎，有一年专门考了这个东西，变态，我说真是变态，
你说你又不是搞普外科的，就是那个职业就知道你为鼻为活要考得这么难呢？是不是？把这个蜈蚣扔到香烟扔到吃蝈蝈筋膜，吃这个什么吃蝈蝈筋膜混在一起，他就是这样说的。当然，这是个初恋完善郎之后，那么把。蝈蝈韧带和枪筋的缝在什么上面？答案搞了个耻骨鸡筋膜，至于吗？考这么难？所以你考个最常用的麦克范不行呢、啊。所以大多数时候考这个治疗都是考的麦克范，只偶尔有一次非常变态的那个老师考了这个不常用的手术方式啊。好了，我们再来看15年这个试题，大家再继续看，最易引起看到的疝是什么疝？哎，股疝，股疝占60%，所以答案为 A。好了，继续我们再来看15年考的这个试题，大家再继续看啊。女44岁，右侧腹沟区疼痛伴呕吐。哎，女44岁就是疝气，40岁以上的女人一般考虑的什么？股疝啊，都在这儿，答案就出来了，估计。好，是不是这样？头发右下不痛，伴呕吐，停止排气排便，证明这个病人股疝三看到的是什么？是长发，并且引起了急性肠梗阻，急性肠梗阻之后有呕吐，有腹痛，有。肛门停止排气排便，也就是我们急性肠梗的典型表现，痛、吐、胀、停止排气排便。这个四个体征中间，它症状中间它有三个，痛、有吐、有闭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大家注意，期间的这个地方，右侧腹沟韧带的下方只有这种可能，那是什么？股疝。在卵圆窝的地方有个半球形包块，股疝就是半球形包块，芽头明显，不能翻了，证明它看钝了。牙头明显，证明你看到的肠管已经什么坏死了，所以下一步该怎么做？怎么做？下一步正确的处理应该怎么？手术治疗嘛，只要你诊断这个病人是股疝看诊的，没什么说的，不要手术花费，那么立即手术治疗。所以答案为 C，OK 了，千万不要答 B。你说看诊的时间不长啊，那么我来手术花费？错，千万不要手术花费，因为手术花费这个骨管啊，这个地骨环这个地方什么太小，你糊不进去了。你万一用这又蛮力，哎，你如果力气很大，再扶一扶，是以暴力，很可能这个病人肠管被你挤破了，那造成严重的后果。希望大家注意再注意啊！好了，我们看看以上面这个试题，大家再继续看。女，51岁，这个病人右腹沟的下方一个包块3年，平卧会可以减小，4小时之前半中午之后突然这个包块震荡，并出现腹胀，也就是说。4小时之前，这个病人的腹沟包块已经看钝到这里去了，是不是？1小时之前有什么腹痛？估计看钝的是肠管了，那么就出来了肠梗阻的表现了，正化解绞痛，肠鸣抗进，闻及气管水声，急性肠梗阻的表现来了，也就是这个病人看钝的是肠管。好了，大家看看右侧腹沟的下方搏几个包块，下方搏几包块的，这什么类型的疝呢？哎，这有股疝在腹沟韧带的下方嘛，所以这个考虑的是股疝看钝。看见什么东西？肠管，就这个意思。好了，它是蠕形外科治疗，传统的手术中最常用的这个修复方法是什么？哎，麦克风。既然你诊断的是骨疝，骨疝的修复方式就是手写麦克风。哎，这个题目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处理比较温柔。哎，这个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它了，麦克风，答案为 A。好了，第二问啊，大家注意了，哎，还是考你的质量。那么另外一种手术方法，哎，这个题太难了啊。他说，在处理疝囊之后，一般将切断的腹沟韧带缝在什么上面？缝在什么上面？把腹沟韧带、腔隙韧带缝在什么？耻骨肌筋膜上面。答为 E，这都是少见的这种处理方法。所以像这种题就别变态。我说的变态的题，变态的题就变态在这儿啊。所以这种变态的题有没有？有，哎。比较少，唯一的考了一种变态的修复方法，其他的都是考虑骨疝修复方法，都是什么麦克板，这个最常用的，大家耳熟能详的麦克板啊。好，整个疝就跟大家讲完啊。